今天呢，来跟你分享一道比肉更好吃的辣椒。家常菜就得家常做法，比较实用。尖椒洗净之后，用刀拍扁，这样子更容易入味。想学更多美食的，我的主页有1000多道菜，就是一本活菜谱。记得点我头像旁边的加号收藏，学到就是你赚到。准备盐、白糖提鲜、生抽调味。陈醋味道更醇香，生粉兑水调成酱汁，明人不说暗话，就想得到你一个爱心，谢谢。把锅烧热，下油，油热之后下青椒，开中火现锅，煎至底部起虎皮状，让它两面受热均匀，倒入调好的酱汁，撒上蒜末。大火收汁，30秒内出锅。我的主页就是一本活菜谱，记得去看一看，说不定你用得上呢。